比赛通知，我又开心，我又兴奋，我又可以站上武林风的擂台，把我自己展现给观众，把我自己的水平拿出来。我从2018年，然后和金英在一起，然后给他当陪练。那金英每一场比赛，我都会跟他去比赛现场为他加油。我是特别羡慕他，然后也特别崇拜他，他能披上五星红旗。然后代表中国出战，感觉特别羡慕。我的梦想就是能披上五星红旗，然后，能上武林风的擂台，也是我一直的梦想。